照，佛光普照的照。下轮的三个月读作辽，辽阔的辽；四个月读作朗，浏览的览。整副对联呢，读作日虚金照通天下，月同辽览真情宽。它所指的含义是观音菩萨法力无边，救苦救难，给人世间带来朗朗晴空、天下太平之意。等一会儿呢，想要参拜的话，原路返回的时候你再回来参拜啊。在观音阁下面还有一个小阁子，就是本主教的太子阁，里面所供奉的佛祖是释迦牟尼还没出家之前小太子模样，所以以太子阁命名，是当地百姓求子求孙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继续来请参观啊，没有回来的时候。